贵宾之天性像一个漂漂穷惯似像有贵雄子我的有小伙伴就给我拉把鼓励银行给我拉开他的这就买便宜我心胸散发出来男人气味刚刚一见到你都杀皮呢这个算有力气的大贵西路哼是谁一人动车一老书生又想大贵尸体葬在八零庵麻烦你将伊收集摧毁将伊灵库转世我尚有一目夫人一去不回我不理解不用那你就放心去吧用他们好戏来摧毁大贵尸体我还没算过修不过让娘那混都兵将下查天会今天的会更我所以性命即将战红公彩这就一名一心不好责任的气气伊绝对有护腾大会勇敢以及惜世如归的精神要达成一目一腐朽一切路是真正生情的今生师兄就这个情形看来梦中人已经破镜几次有别龙骨的目镜可能比梦中人大走现在又如何终不归路说不能将王中军与五百龙军合体毕竟王中军是魔界之人若是五百龙军受其影响而丧失本性将为争夺又增添一名敌人再次啊下东亚所有出无见之时引起全心之来奈何天中修林武林刺客显要刚足成果的所在乃是杀人尽杀的狼头猛地比刺杀心魔一级高修级也比吊在中修林降龙不会回敌，别出休给这里时阵。能以暗器击下之阵，那把你想救关在的精力。哇，下了金穗之音。降龙不会的想救弊端，我你只好再使用降珠炮，把你兄弟最顶起吧。万人军孙亮部队，你守在天山夹谷之外，殊不知龙龙集团却有心机巧，我派人马早被埋伏处理。天山夹谷永远着顶顶的杀机，在夹谷内举行的集合会谈，但不用单枪匹马，静静等候敖勇兄弟出现了。敖勇兄弟，你来了。我要变成这款的面容，我作弊的小铁弹的钢油大海，一生最老实，数十年来小海最清晰，红水一旁，一
穷人不行人，鬼不穷鬼命苦，龙是素魂金素体素魂体，我以他不求代替。但是为了武林大局，我和你暂时放下私心，接受一切的担保。既然相顾生意要合作，那就请小人学君子。你有什么条件先讲清楚吧。好勇兄弟将准备说出合作的条件，揭晓。哦，我亏啊！我亏推人推人，引起天罡一国的战士龙，五百国杀。只想今天不杀几百名，豪勇兄弟的马一目该合兵，杀得红魂变形。豪勇兄弟，你这种明修战斗、暗度隐藏的技巧，做我真心的看看是否能成功。苏焕金第三关火道，天山极高的建筑，有什么惊人的变化吗？豪勇兄弟打不赢一目亏，谁是最后的赢家？降龙伯父兄杀手出名，伊如何脱困呢？那阮对杀手生涯就此结束吗？伊俩所重建信心，重新表现呢？叶水楼为何要出神龙一破？红界暗流在哪里？紧张悬疑，刺激精彩，请你务必继续收看我们的布袋戏《霹雳红飞龙》第五集《惊喜有你》。